你带来只蛇虫呀？不要紧。若是逐天安尼，有偌好？对我人来讲是足平常的代志，啊，毋过对我来讲是敢若迷茫共款。珍珠，我一个礼物要送你。你是卖礼貌，我变一个魔术给你看。你看啊，你个摇摇的，摇摇的，就是七彩海鲜。文静，多谢你。珍珠，我送你这个礼物是有用的。你看，这温底是加啊是个茶水，人一挂柠檬了，虽然饮起来有淡薄酸酸的，也唔过会使当变出像菜啊同款美丽的景色。其实哦，咱大家拢有拄到的难关甲痛苦。有的时阵，即个痛苦哪像永远拢无法度解决，一干拢袂当喘气啊。也毋过，只要你硬轻轻加落，禁好过去，你就会发现经过遐个痛苦了后，咱会变甲愈坚强、愈智慧，嘛搁较有自信嘛。嗯。我知影。我会忍耐。珍珠，你敢知影我逐天目睭一闭开，我就想要紧看到你。我想，这就是爱吧。妈呢？要是安怎的话？因为你看起来足不快乐的，你回家时，你经过这么一件代志，引起我的同情，然后我想要保护你，照顾你。好、哦，你这是什么理由啊？敢保？我无其他优点，我就是要知影你是安怎的话，紧讲。有的时阵吼，爱是无法度解释的啦。我敢来当讲，甲你做伙我最快乐的。你有一种我无法度离开你的魔法。Oh
等你。你安怎出来？迄食文清甲你报出来吼！哎哎哎，归去啊，好啦，啊人平安出转来无代志就好啊，莫挂命啦。你真害呢，你连阿公哦都害咧，互恁阿妈袂惨咧啦。啊，恁阿妈住伊是啥嘛？我就是伤过善良，无甲你管哦，你真安尼弄丢脸啊！以后我袂啊啦，我甲顾较安。好，啊等下等。对吧？记清楚啊！啊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哈？你当作我是空气哟？后摆吼，你着免少想为我身躯边哦离开一脚步。你着唔知好歹啦！啊，无想到吼，阮这听你讲的拢嘛是为你好，到到即摆你搁唔知？你这囡仔吼，弄你啦！啊，搁讲，啊无这囡仔会变安尼？你若莫怪阮甲你顾遮严啦，啊无想过讲哦，阮拢是为你好，你家己敢袂晓想，煞想看卖啦。下了